七个，爸，亲上去，亲上去，不对，哎，正面，当然了，正面，快，能高一来，哎，嘴要对上，老爸眼睛睁得很圆。别挡住，这个还没开始，开始了，每个都在亲了，不可以嘴对嘴的。快点，快完事了。这么完的？你看人都亲上了，人都亲上了。快点，妈！第二队完成了，已经两队完成了，好，第三队也完成了。我受不了，不行，快了，不要挡，这个不要挡，不行，不可以，镜头拍这里，亲一个，什么？挡，别挡，亲一个。好了，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，哎，我累死了，真的。我妈跟我爸这个就近在咫尺，远在天边的感觉，就是下不了口啊。为什么？爸，你是觉得我妈这个嘴巴太红了吗？主要是我的口红，我怕没了。他叫我吃了，亲一下嘛。亲一下，啊对，必须要碰。妈妈，你别接视线啊，不要嘴巴越往越过啊，要这中间。我妈憋不住了。好，那个硕哥，你们家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现在特别好。从我长到这么大，我第一次见过他，都不好意思看了。哎，我也是第一次看，感谢你们。我36岁了，我都没见过他们亲过，感觉就是奇迹。